今回りました。我是阿布力，九岁的时候从东北移民到日本，现在是一名演员。我来到长江的时候就决定，一定要向中国人介绍日本。都不要。今天来到浅草，这里有一家画夸张人像画的店。我请他们给我也画一张。画的是怎么说话？他叫曾恋涵，跟我一样，东北人。我以前也没学过画画的那种。那你是留学过来的？不是，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工作，来到日本工作的。是日本的公司吗？日本的公司。小韩从理科大学毕业后来到日本，喜欢漫画的他偶然地遇到了夸张人像，于是他辞去原有的工作，学起了画画。専門じゃ、今の専門でここに来たんじゃない？最近なら始めてこれできるかな。素晴らしい。どうした？え？不可以。再画给我，再画给我写，我想要你。画好一点，我这样吗？这个我不会剪掉的啊！一定要剪掉！今天有两位特别的客人，他们在工作。你好，面白すぎる。我让他把我和我养的小狗画在一起。我要给你看啊，一二三。哈哈哈！我的妈！哎呦，我两个小狗好可爱哦！哎呦！哎呦呦呦呦！我怎么画的像有点像俄罗斯人啊？那个ロシア人みたいな可愛い。你可以让我照一下吗？好可爱。一二三 ，OK，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可爱哦。哎呀，好。感觉怎么样？イケメン。イケメン。イケメン。没有没有没有，夸奖夸奖夸奖。夸奖夸奖。紧张吗？还行吧。中午我们一起去吃饭。这个皮皮蛋糕。这个有绿茶抹茶的。对对对对，这个也好吃。找来找去，最终还是来到了。中午总来吃这家店，就在隔壁，近吗？我就最普通的那个。这些食物看上去很像真的吧？其实都是食品模型，在日本很常见。这是他经常来的日式传统西餐厅。大丈夫ですか？うわ、あ、本当だ、おでこも。ね、おでこ両方。あれ、映してんの？いやいや。はい。五十年来，这家店一直专注于做炸猪排。あ、ごめんなさい。はい、どうも。挺大。谢谢。猪排要浇上酱汁才会好吃。小韩的小名叫肉肉，因为他最爱吃肉。太好吃了是吧？太好吃了。那你
现在想吃国内的什么东西？火锅。火锅。四川火锅。辣的。对。你信不信东北？不是东北人，那就酸菜鱼、酸菜排骨吧。小韩的工作不光是画画。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接待客人、做翻译等等，什么都做。送走客人后，一直要目送到看不到客人为止。这个是日本服务行业的基本礼仪。其实他是一名上班族。用意 start。这里就是他们公司。这里有一所培养画家的学校。老板叫 Kage，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七年前，他创立了这家上班族画家的公司。成績が良ければ、あるいは取り組み姿勢が良ければ入社できるんです。それが僕らの会社の、まあ、理念なんですね。絵描きが食べていける社会を日本に作るということ。小韩也上过这所学校，他参加了入社考试，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考了第一名，他成功了。去年，这个公司80多名画家里，第一次出现了一名外国籍画家。他就是小韩。现在外国学生越来越多，他就是其中之一。三、二、一，はい、終了です。ドラマ見ましたよ。你好，你们之前认识吗？不认识，是到这个公司之后认识。哦，真綺麗。綺麗。真綺麗。啊。琳琳第一次的入社考试也失败了，现在努力准备考第二次。我也是参加了两次，然后参加了第二次，在那中间隔了2个月的时间，我那一2个月几乎每个礼拜去3-4次的那个上野公园去给人家画，路人在那画，天天在家练，每天在家练，然后一个礼拜的时间一直在练颜色，然后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把手练出饺子来了。有会。卡给社长带我们去了能看到浅草夜景的酒吧。ちなみにこれを書いてみました。あ、いい、素敵じゃん。強弱の効いたラインとか、色調のしっかりついたカラーリングとか、僕たちが伝えてきた基本的な技術がしっかり身についてるなっていうのを見て感じますしね。もう一枚あるんですよ。はい。これはどうですか。ああ。そっくりですね。これ最高ですね。最高ですよね。一番本人たちが笑ってました。もうロロから社長はどういう印象なんですか。すごく感謝してます。今言っても涙出るくらい。すごく感謝してます。なんかピザ取るときは、私はピザ取るのがすごく難しくて、ピザ取るときはすっごく、日本語なんだ、なんと、すごく。ティッシュかなんかありますか。ちょっと。涙のところは。大丈夫。後でさせてください。後でお願いします。有把给你，素敵ですよ。受伤的就劳签证下来了，他是我们公司的第一个外国员工。在和签证官的短暂面谈中，我尽全力说明了我们的雇用理由。我们的伙伴们非常努力地准备了申请材料。
祝贺你，一起加油吧，索萨。骑着最爱的摩托车，我的目的地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接下来到达的地方，我遇见的是。哎，大家慢点。我得看看刮的这谁。你看着吧。